不要带吗？上来就上来就好。让我拿下 GoPro。你要拍照怎么找我拍？嗯？要怎么拍？我不会拍、欸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 ！feel 啊！哦，好，真的啊，很晃啊！我就说你就趴在外面就好，你进来坐干嘛？这台是什么车啊 ？Range， 我们都中文我们都叫它浪酒。哎、欸，这真的很难呢、欸。哇、哦，好舒服啊！好能，刚刚好能 Q 哦！你会觉得很能 Q？ 越野车就是要这样啊。现在就是怕说擦破轮胎了，小心小心点，这个被渗出去。哦，刚好被打脸了。哎、欸，我说他右边会不会撞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光明哥，你等一下，要下去看的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没问题，可以可以，直接来。下面就悬崖了。真的，这好可怕。拉拉看吧。拉拉看。好啊。啊，那肚子跑出来了。可惜的天空不错，真的，但是也是有云雾缭绕的感觉。OK， 后面要拍什么？这个帐篷拍的帅。谢谢贝贝的小艺，尊重我。刚好拍了吗？我以为是真的要野营，是真的要野营啊！本来真的是要在那边烤的。哎、欸，如果在那边烤，真的很 很舒服，而且现在是因为天气不好，不然这里超漂亮的。值得，值得，值得。值得。往后直接靠这边上来，这边落差比较大。这边是有镜头的。有时候露营啊、野营啊、越野享受的就是要你没有下雨、就是嗯，还真觉得这没有挑战性，所以狼狈，我觉得这个词是不对。嗯，不强的车我一直在叼枪，那我肯定是狼狈。但我们今天开这个车，怎么会有狼狈的感觉？是是，对吧？真是会说话，这不是会说话，我就讲事实而已，对不对？站立是应该是说，既然我们今天是要去野营，就是天气状况其实就算是一个挑战之一。对对对，就是雨天我们还可以玩得很开心，即使我们没有办法在山顶上吃到烤肉，但我们还是回到山下吃。我们越野的过程还是开心的，对对，只是没有在那边野营。对，那这样子我们还有下一次的机会。总之今天就谢谢福特借我们三台车，然后大咖先生提供了这么多的食材，然后还有那个平交到咖啡的老板帮我们的向导，最后还借我们场地烤肉。对，嗯、把他的客人都熏走了。对，哦、真的真的比较不好意思。那我们就下周花莲见了。
Yeah.